因为我们学校属于人群密集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我们学校呢是属于暴露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区域，所以我们建议经常与外人接触或者与学生接触比较多的，并且呢他对学生的健康也影响比较大的这些人员，比如说校医、食堂工作人员、门卫、保洁，我们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，它符合 YY0496 这个标准。教师和学生呢，我们推荐佩戴一次性使用的医用口罩，那么这个口罩呢，它符合 YY-T0969 这个标准。